不是说有人等我吗？人呢？我在。怎么不开灯啊？我是客，没人帮我开灯，我就只好这样等了。你好啊，龙哥。 陆家的二少奶奶，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吧？没有，我叫金碧云。哦，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啊？陆雪桥也喊我一声龙哥，叫弟妹喽。若我要是跟他一块儿来，那龙哥自然是该叫一声弟妹。可现在是我一个人。哦。 那龙哥是想问，我一个女人家，怎么会跑到你这儿来？对呀，莫非有事情需要我帮忙？帮忙倒是不用，我是想要回我自己的东西。